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像我们今天的主讲人长慈法师行问讯礼。 啊，我们今天的第二场主讲者长子法师啊，有。今天三个主讲者啊，我们那个海报资料都介绍的很详细了，所以我有时候都没有把他们的这些经历啊、学历啊、资历啊啊，特别一项一项交代啊，因为大家在看到这个我们的文献的时候，应该都有印象了哈、啊。呃，长子法师啊，呃。 早上就提到了啊，呃，明年六月，我刚刚请教他，我是明年六月三号时间到了下台交接典礼，他是六月几二十四号，福严精舍进山当住持，啊，福严精舍住持，福严佛学院院长，阿弥陀佛。 我们我们法师的师傅就是，呃，我们霍光院长嘛，霍光院长啊，呃，大概半个月前嘛，半个月前，我在那个庙南路，还跟这个慧理法师，还有这个长光法师，我有事情去拜访他们，在那边聊天，东聊西聊，我就就一直讲，我们导师晚人呐、啊，说到我们这个霍光法师当的慈利啊，实在是把这个导师的这些根本道场。 导师的中锋啊，导师的这个邪锋，发扬什么啊？光大啊？阿弥陀佛啊！那霍光院长呢？他现在接下来也度了很多徒弟，都是个个都是什么啊？非常的杰出啊，我们长子法师啊，就是霍我们霍光院长坐下的啊杰出者，阿弥陀佛啊！当然了，他也在国外啊，呃，也很辛苦。 啊，得到这个博士学位回来啊，呃，很难得的啊，在我的印象中呢，啊，印象中我常常觉得说，佛教里的出家人呢，我看的蛮多的，做学问好的我也看过很多，哎，看过很多，但是呢，做学问好呢，做人也好，哇，做人也也也也也也很会做人，啊，然后做事做事也很会做事。 啊，这个真是难得了，阿弥陀佛！我们长子法师就是这样。啊嗯嗯、导师有两个根本道场啊，就是第一个是哪里啊？新祖行主，行主福严是最先创办的，民国四十年初就创办了啊。我们这个会路好像是民国四十，很早哦，也是四十九年、五十年那个时候是创办了啊，创办了。 哎，很早啊！后来年纪大的时候，为了闭关加益，创办什么啊？妙南洛，首先是官方的哈。啊，接下来是台中的什么啊？华语精舍啊，这是导师直接创办的，在台湾的四个道场。呃，佛的讲堂，在我的思维，已有的思维，是如何把导师的思想，也是在佛的讲堂把它怎样啊，传承发扬起来啊？ 所以这四年内我排的课程啊，有人说何应华说：“你的台北怎么那么少啊？啊，那么这个这个弟子讲课也少啊？”我说啊：“啊，我中风过啊，我一开始就跟我们霍官店长说，我中风了、啊，实在不能当这个住持的。啊”他说：“你就来吧，你就来，没关系啦，呃，信任我，尊重我的方式了。”我说好：“好啊，尊重我的方式。”所以我就把福利讲堂啊。 呃，这个像我们礼拜五，礼拜五这个开课，我们副主子谁啊？开人法师啊，我全权交给他啊，一切我他排什么课程，请什么，我只要讲一句话，我说你们湖源毕业的法师研究所出来的法师，以这些人为原则，然后啊，我通通没意见，你就请他们来。哦，这几年下来不错吧？啊，哎，不错啊、哎，不错不错啊，哎。 这一方面也让我们了解，他说：“哦，霍光院长那么辛苦办学，培养一批年轻优秀的出来啊！这些年轻的法师啊、哦，年轻的法师，我自己也是年轻出家的啊，年轻法师知名度不够啊，那么这个信徒也少啊，有时候重化的机会也不见得多。那我说你们要尽量来，尽量来，然后我终点会尽量加分。” <laughs> <laughs> 这是这也是开诚法师跟我两个人的共识，啊，哎不错嘞，不错哈、哦，现在不错哈、哦，哎哎，那么这个是题外话了啊，题外话了，哎，那么接下来顺便报告一下，今天我来嘛，十七号我要来了，十七十八我都在这里，我们要药师佛法为什么，三天啊，一点一次，哎，大家药师佛三，药师佛三，药师佛法为三天。 有空的人，一天、两天、三天都可以啊。住台北北屋的人，大家尽量来随喜来护持。这三年多以来啊，我今天人到的有一些比不比较不常看到嘛哈、哦，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会的讲堂的活动啊，尤其是很多做了自工，这非常感谢。我们这边办的活动啊，大部分的这些辛苦的工作，搬桌椅啊、布置什么的，都是在家菩萨比较多呢，红印在这里，谢谢各位。 我已经订了一月份，啊，要为老职工啊，所以到时候请职工统统来吃饭。我还有好的小礼物哦，阿弥陀佛。<laughs> 接下来宝贵的时间交给我们啊长子法师了，好、啊、好谢谢你。呃，尊敬的慧日讲堂方丈和尚、红印长老，呃诸位法师。 诸位在家菩萨在家下午好，呃，感谢呃长老的鼓励，刚才那些话，呃，听在耳里是一种鼓励了哈、哦。我们没有那一些优点，我们还需要再努力去呃达到长老的期许哈、哦，在刚刚长老讲的那些期许里面，还有一点没讲到哈。哦 没有，就是虽虽然有一些优点，然后但是有一点，呃，是需要再改就是不会讲话，哈，会做事会做人哈，但是不会讲话，哈，好，所以得罪得罪很多人哈。那呃，我们时间也不多，那我们就马上进入主题，啊，嗯，好，那今天这个主题也是。 呃，弘印长老钦定哦，那我们也呃战战兢兢来准备这一个题目。那因为内容非常的多，也可能很深。然后那时候看哇，下午一点的课哦，很容易进入这个三昧哈、哦、<laughs> 所以呃还是要有一些比较呃比较让大家提神的东西了哈、哦，嗯。 好，那这一次呃，长老的钦定的题目是《波若经之传出集成与红传》哦，那借由这一个题目呢，呃，我们谈一下缘起啊，就是呃，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一个讲题？那呃，在过去这个早上，呃，吕老师还有洪营长都谈。 就交界有一些与导师有关之法海上的波澜啊，那到了今天还流传着那这些令人遗憾的言论啊，那在呃这些言论呢，充满着对导师的误解啊、呃，甚至曲解。 并且呢，对导师有不时的指控哦，指责导师是主张大声非佛说，不管是柔性的还是刚性的啊，那一直认为导师是这一种，呃，佛教的狮子身上从可能有些人不晓得这是什么概念了啊，就是呃破坏佛教。 但是又附依附在佛教里面，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控，嗯，所以呃，在长老他也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他当然也不能容忍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呃，我们还是要有一个修行人应该有的风范。好、哦，那呃，长老就说，那我们就显正。我们一般说，呃，对这个在佛教里面要破邪显正，那我们就。 不要跟人家尖针锋相对，我们显正就好。就是导师怎么说哦，那导师其实并没有如他们讲的那样子哦。那这样，呃，希望大家能够真的认识到导师了哈。好，再来呃，就是那这些言论呢，在有心人。 有一一一些有心人他，他他用有组织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哦这些不实的讯息，那很多的法友为此感到不安，嗯。所以今天呢，希望借着这个佛经结集，还有大圣佛教呃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呢，透过说明《般若经》的传出集成红传。 让大家能够清楚了解，导师是真正大圣佛教的实践者，他不是做学问，他是大圣佛教实践者哦。那同时呢，也除此之外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导师他也是大圣佛教之气理气机教法的阐扬者。 他有一部有一本书叫《气气之人间佛教》哦，那另外用另外的方式描述，就是大乘佛教是气里气机的教法。嗯，那导师大乘佛教是包含阿含的三圣的供法哦，包含了五圣的供法，还有大圣不供法，是一个整体完整的佛法。然后把一些不符合时代的这一些修学的方法。 我们就让它留在过去，我们现在要呃取这一个适合现在的健康的佛法来修学，那也也也依着这样的一个佛法呢来修正，不只是学而已，还要正，这是导师的、呃、开示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学之后的目标就是要体悟佛的无上的菩提啊。哦 好，所以是七里七七教法的阐扬者，更是令正法久住的无私奉献者哦，导师一生奉献他他的一个生命时间，就是希望能够令正法久住哦。好，那以下的内容呢，主要摘录自应顺导师《初级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展》一书中的内容。 部分内容呢，在录制《英顺导师》其他相关的著作，啊，因为内容非常的多哦，那怕讲义太厚，那因为这个编排有时候是这个演讲者他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听众没有来参加了，就可能不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这边给大家只有讲纲，所以大家一定要盯着荧幕不能。 眼睛闭起来啊！<laughs> 不给大家看也是因为大家往下看就很容易就眼睛就闭起来，<laughs> 往上看比较不会啊。好，来，那接着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呃，o k 还还没讲完，因为这个电脑今天也发生一些状况，嗯，所以这个在在说明的当中可能会有停顿，是因为它画面还没出来啊。 请大家包含一下。那演讲所用的投影片内容，就是将这些导师书中里面的阐述、陈述呢汇集在一起，然后加以编辑啊，以说明波尔金斯传出啊、集成以及红传哦。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呃了解导师对大乘佛教的真正态度跟立场。 好，接着下来呢，呃，就是要来跟大家说明，导师探究大圣佛法是起源于开展的根本立场。好，那首先是说明，呃，对于大圣经怎么样传出呢？哦，那古德他的见解是什么？哦，那导师这边谈到。 大圣经的题材因喜出其集成阿含部类的形式啊。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作为经的开头啊。所以，在大圣经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呃，来来这一个红传呢，是把它看作是佛亲口所说。这个如是我闻呢，虽然是是阿阿难闻嘛，那从哪里闻？基本上。 他有一个假设的一个内涵，就是听佛这么说，哦，我亲亲耳听佛这么说，哦，不是听别人，哦，是听佛这么说的，哦。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呃的一个形式呢，哦，那基本上古德是把它认为是否亲口说。 但是在呃，另外在《华严经》里面呢，《华严法门》啊、哦，如果大家有因缘去读《华严经》也，也也可以去了解，这明明就是每个菩萨在讲他的一个修行的啊、哦、的一个经验或是愿啊、哦，但是呢，这个场景也说佛在菩提场，菩提场就是政悟的那一个菩提树下啊、哦，菩提场，或者说。 呃，有在不同的品会说佛在不同的地方，或者说佛在呃这个忉利天等等啊、哦。那这样的一个表示，表要表达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佛这是佛所说的，哦、因为佛在场，或者是说菩萨在佛面前说是佛所印证同意的啊、哦，因为佛都没有讲话嘛。嗯。 好，<laughs> 嗯，表示嗯没，嗯说的很好 <laughs>，OK，哈哈嗯，好，那经中里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是佛灭五百年之后的事情，好，那呃，这这里这古德呢，他也把它认为这个是。 佛的一个玄机或是预言，什么意思呢？佛在五百年前就已经预知有这件事情发生哈，那也也有一点某种程度要要说明说，你看佛很厉害，对不对？五百年前就知道你们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古德基本上对于呃跟佛的时代时空背景不一致的一个情况呢，他们。 就是用种种的方式来说明，这就是佛亲口所说哦。好，那对于呃，再来我们就要看导师的一个的一个立场啊，或是他呃对于大圣经如何传出的一个看法。首先让大家呃了解，对于古德的这些见解呢，导师他是采采一个保留的一个态度了哈。 我们用保留，好。那这边导师的话是说，对于初期大圣经，古人以为是出于世尊时代，这种见解是不能为近代学者所接受的。哈，这是什么概念呢？第一个，导师在写《初期大成佛教的起源开展》，他的这个对话者是谁？这一个学术界的一个人。哈，再来第二个，呃。 面对这些学者呢，我们要用他们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哦。所以导师本身他接不接受这边其实看不出来，好看不出来。如果从这个传统的这个宗教者信仰的一个角度，那我们当然也相信了，哈，也可以相信。但是如果跟学者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平台的话呢？ 导师认为是没办法为学现在学者所接受。那这为什么重要？因为这些学者在大学里面教书，二十年后，我们跟大学生谈佛法时候，他会觉得我们讲的东西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他都被这一些学者所灌输，在大大因为他们他们有在大学里面有这一个发语权。 那、啊、我们只能在寺院佛学院有发言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果大家没有很认真去思考的话，导师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可能没有人年轻也要到寺院来说，因为你们讲的佛法，他们觉得是错误的，哦，因为他觉得这种他们老师讲的才才是正确的，哦，所以导师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悲心，也希望说好那。 你们用所谓这一种，呃，所谓考证啦等等之类，在在说明佛法怎么样流传？那我也用同样的方法告诉你们，你们的的,的提出这一个、呃、导师所相信的一个情况啊、哦。好，所以导师他对于这个大圣经呢，他有他的一个理念呢、啊，哈、哦。 基本上，导师是认为大圣经，哦，早上吕老师有讲，这个佛的身口意三业，它都能够成为教法，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影像，叫我看的跟你看的，在跟别人表达出来那个内容或是那一种深浅都不会一样的哦，所以这些都是透过这个呃。 每个人的心得转换之后再，再再传达出来。所以导师这边谈到大圣经师的传出经典，即使他们是一种传出之后再做编辑啊，他们不会认为他们是在创作或是伪造的。好，他们没有这种觉得 guilty，知道吗？在法院上 guilty or not guilty，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在创造，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他从佛那边得到的，他的体会，哦，或他的老师，他他相信他的老师从佛那边得到了一个教法，哦，所以呃，在批评导师说，诶，如果不是佛亲口说，呃，有有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不能修，哦，第二个呢，就是那这些这些都是骗人的。 懂懂意思吗？你明明是你们编辑出来，但是又说是佛讲的，那不是骗人吗？哦，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就是，那既然骗人，就是不能修的意思。好、哦，所以必须必须他们认为必须要佛亲口说。但是这个《般若经》，他说不是佛亲口说也能修啊。哦，这《般若经》里面讲，那导师也也注意到这一个这件事情，所以。 纵使导师说这个大圣经的传出呢，哈，他最后还经过这个编辑哦，而且是可能是佛灭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他们都不认为是一种创作是伪造哦。好，那为什么？因为大圣的法义在信仰上跟修正上都有所秉承，这表达什么概念？ 它是可以修的，而且是一代一代的一个修验，一代传一代的，啊，所以不是佛说，不是佛亲口说又如何呢？能够修正，这才重要，对不对？好，好，所以基本上这个信仰上跟修行上都有所秉承，而且是在不断的传述中日渐具体而记录出来，所以。 他的一个大圣经的一个教法呢，基本上导师的立场是什么？能不能修？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吗？哦，好，你们可以给一点声音吗？<laughs> 不然不是掌声了、啊、哈。就是基大基本上大圣经是可以修的，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导师的一个立场，从来导师就没有质疑大圣经，这个能能够修正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导师在抉择是说，有些方法在过去他有当时的时空背景，现在不需要了。好，特别是秘密大圣佛教这一些教学，他觉得不需要。哦，那就是出其大圣，哦和这个早期阿含里面这些教学，再把它作为一个同整，那就能够成为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的一个修学的内涵。哦。 好，所以在记录者的心目当中，因为的教法传出来要有人记录嘛，哈，所以导致这边谈到，在记录者的一个心目当中呢，这是佛所说过的，是和尚或者是从前的大的传下来而历史传承的佛法，所以他们在编辑的时候，他们没有认为他们在创作，哦。 或者他们在伪造，因为他们认为这都是佛说的，哦，所以如是我闻，在他们的一个认知里面就是佛说，哦，虽然他是从他的老师那边听来的，但是他认为他老师的老师的老师，这根源就是佛，哦，所以不会有问题的，嗯。 好，那再来导师另外从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谈到修行者的一个角度哦。那导师说，出期大圣的这一个行者、修行者，他的对佛陀的一个看法呢，是一种超越的佛陀观。什么叫超越佛陀观呢？就是无所不能的佛陀哦，这个背痛啊，那都是假的啊。 佛不会背痛，那都是装的，类似是这样子，嗯，所以它是一种心愿的哦，就是一种理想的、超越的，就是无所不能的哦。那圣身而无差别的法官是至正的哦，所以注意大圣的这一个修行的内涵，主要还是有这两类哦，啊，不管是哪一类哦，在。 不管是哪一类的这一种修行，那导致这边说，在信仰的感觉上，就是信行的修持，啊，或者是对佛陀的这一个认知，还有修正的体验中啊，一切回向法界，回向菩提，回向众生，自我消融于法界啊，然后菩提众生中。 所以没有留下集书者的名字，也没有说到集书的时间与地区。所以他们这些编辑者也没有骗人，没有骗人。他们觉得这个根本不是我的东西，消融于法界菩提众生当中。所以他们没有意思说我现在是在创作一个哈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他们是从他的老师那边听来的。 那为什么不留下名字？不说明在哪里？啊，因为他们就消融在法界普利众生当中。好，所以这一个概念很重要。他们没有要骗人的意思，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这样子。好，那导师说明明，呃，从上述的一个的一个描述了，哈。 那明明是存在于现实时空中的印度呃佛教文化，而提出者是谁，时间跟地区都没有这个确实的说明啊。那导师也说明他们内心的一个体的一个想法是如何啊。好，那其实这个是一个现现状，就是明明有有人事实地，但是又又不讲，又没有讲。 那导师说，这个是大圣初级大圣的特性，也是印度一般宗教文化的特性。所以导师在这一段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解，他说要讨论研究这一个论题，不能存有明确考定的想法，只能说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哦，嗯。 所以导师这边他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呃，他认为可以采用近乎统计的方法，也就是大圣经出现的不同的这一些跟传出有关的这一些文句啊，或是描述，或者是一种证词哦。那如果有好几种，那哪一种为主？ 那看哪一种多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多的就是表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所以近乎统计的方法论证大圣佛经的实地人的一般情形，哦。所以导师他认为要探讨这个问题，要从大圣经、大圣经自身去探求，哦，那。 他也相信这是可以信赖的方法，为什么？因为初期大圣经所说，多少会反映当时印度大圣佛教的一个情况哦，还有红传者的一个形象，还有集出者的一些呃样貌哦，他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情形，所以也就是凡走过怎么样，必留下痕迹了就是比如说我们。 在一段经文，在举一些譬喻的时候，他都举这个山里面的譬喻，哦，跟山有关的譬喻，那表示这个吉叔子他对山里面这一些景物啊，他是熟悉的，哦，那那也表示他的一个编辑的一个。 一个场合，或者他所熟悉的环境是在山山区哦。那如果提到大海，那应该就是住在海边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呃理解了哦。导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嗯。好，虽然导师说这个《大圣经》里面有一些能够反映当时佛教的一些。 描述的一个文字哦，那导师也说，也不能过分重视文字的记录啊。因为佛佛这些佛经它是宗教的教典，它包含了信愿传说，那传说是从佛教来的印度民俗信仰中来的哦，所以这一些呢，它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反映当时的一个呃情况哦，那。 这些是属于这一种呃自心感自自己的心里面感受的东东西，所以对大圣经所说探求大圣活动的实际情形，上面这一些啊、哦，比如说这种信愿的啦、传说的啦，要要要加以了解跟扣除，嗯。 那这边导师就举举一个例子了，比如说大圣经谈到，呃，有谈到他方净土的传述，哦，刚刚长老说下星期是什么药师，哦，药师有琉璃光净土嘛，在哪里？东方，东方哦，那东方除了药师净土，还有阿处佛净土，哦，好，那导师这边谈到阿处佛的这个净土。 是一个比较特别，是有有女人的净土。除了阿处佛土以外，都是没有女人啊，没有女性的了。阿处佛佛土有，但是其他的净土就就没有，所以不能把这种没有女性这样的一种呃一种那种描述，认为是当时印度佛教界通通没有女性哈，这这导师主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哈。 阿苏佛土有女性啊，她还会生小孩但是没有痛苦。好，那在没有女性也无呃，也就无所谓的这个男性，因为它是相对的嘛哈。所以大多数的净土都是大概都是中性的了，所以印度不可能有出现中性人哈，没那么现代了。好。 所以，呃，没有男性，没有女性呢，也就没有男女的眷眷属关系。好，那净土里面也描述到饮食、衣食是自然而来，哦，那也就不需要有职业，也也不会有生活上的问题。那净土里面也没有国家、权力等机构，所以这个这一些都跟现实的环境都是有落差，它是一种理想啊。所以导致说，这样的净土。 净土的佛教只能是大圣行者的一个理想跟希望啊，希望这个净土是这个样子，它不是当时佛教，呃，印度佛教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种信仰、希望或者是出于禅观的内心经验啊，所以不能看作是反映啊、呃、印度大圣佛教情况的一个内涵。好，那。 再来，导师呃也有进一步谈，在大乘佛教中表现为愿生他方净土，呃，女人怎么样修行，下一生才能成为男子，或是呃女人现身就转成男子啊、哦，里面大圣经或是呃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哦，那这一些内容，导师也认为他不能拿来。 嗯，就是反映当时印度佛教、大乘佛教的一个情况啊。那导师认为，这是当时印度一般佛教界面对这个杂乱苦恼的现实世界，还有这个社会重男轻女所引起的处理思想啊，所以想要转男，这不是转男成女转女成男啊？ 转男成女可能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想法。<laughs> 嗯，我小时候很多人说我是讲的像女的，连分班的时候也也被分到女生班那边 <laughs> 好。好，所以刚才那些内容不能当做这个呃反映呃印度佛呃大乘佛教这个实况的内容。另外呢。 文殊法门的的这一些呃描述呢内涵呢，我们看到文殊菩萨都是为天菩萨说法啊，为大很多都是为天在天上的菩萨啊说法。那华严法门呢，也多在天上说啊。那华严法门当中，他方来的菩萨非常的多。 更多是夜叉、龙王等天菩萨，这也不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哦，这个都不能当做实际的情况。嗯，所以导师说这一类的经典，它其实是充满了信仰与传说，还有参观心境的内容，这些都要扣除。若要去了解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一个实况呢？ 这些内容不能当做证词的哦，所以导师他有做了一个，呃，这个样本采集的一个标准哦。好，那刚,刚我们谈的这一些，比如说为天呐、啊、菩萨讲法这一些，其实不是大圣经里面才有，阿含经就有了哦。那阿含经里面的八众颂也有这个梵天、地氏、夜叉等说法。 所以刚刚举的是大圣经的情况，原始佛教的阿含经也好，或是早期佛教阿含经，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另外呢，在长阿含经的这个舍尼沙经啊，还有鬼鬼神的大会经啊，鬼神聚会的这样的大大会经，还有这个阿扎囊之经等。 里面也谈到很多鬼神来参加法会，这个也不是一种实况啊。好，那导师说这个是世间西谈，是为了适应印度，呃民俗的一个方便哦。所以这些内容在大圣经有，早期佛教也有，那他应该要这样来理解，他是适应的的一种所谓的世间西谈的方便。 好，好，那解说就是信仰与传说的大圣化天神，而是大菩萨的，或表示高深的，远超过声闻境界，或表示大菩萨的方便善巧。那这一些呢，是当时大圣行者的理想跟信仰。 哦，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一些跟天有关的啦，哦，这些都是一种理想跟信仰，而不是印度初期大圣红传者与集出者的形象，哦，好，所以导师先做一个这种资料采集的一个标准，哦，来自于对于这些呃文献或者经文呢，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 好，那导师进一步就要说，既然前面那一些都不能拿来用，那哪一些能够拿来用呢？哦，那这边导师说，撇开前面这些理想信仰的传说，真正可以反映出一大圣实况的呢？比如说菩萨的修行，哦，那初心菩萨应该怎么样修学？以怎么样的身份来修学？哦，那这个在。 本生经里面可以反映出来啊，本身本生经里面，嗯，好，那初级当乘佛经中，呃，说到佛与菩萨的本身很多，说到最初的发心是如何的发心，怎样的修行，虽然它的一个时空场景是在过去啊，但是这一些描述的一个内容。 它有反映当时实际的一种成分，哦，场景是在过去，但是里面的成分有反映当时的一个呃内涵，哦，有反映当时呃印度大乘佛教情况的一些成分，哦。 好，所以导师这边说，虽然在经的一个叙述的方式说，哎，久远久远以前如何啊、哦？但是呢，它的一个时，它的一个空间是一种人间的哈、哦，那从虽然是在过去，但是从佛佛道同，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修行成佛应该都是一样的哈、哦，所以，呃，从佛道同观念应该。 多少反映印度大圣出其菩萨行的一个情况，是导师他深信的啊，所以这一些内容是导师呃用来呃来这一个描述当时可能是怎么一回事的一个材料啊本身，嗯，好，那例如这个佛。 还有佛说，呃，佛灭五百年以后佛教界的情形，啊、哦，虽表现为未来世，在经文里面是说未来什么什么，啊、哦，会发生什么事，什么什么事情，描述是说一种未来，但是呢，导师说这正反映了当时的佛教界，啊、哦，是在佛灭大概五百年的一个时间点。 好，那声闻与菩萨、菩萨与声闻间曾经发生过的实际情形，在经典里面有讲到佛灭五百年，呃，如何如何哈、哦？那虽然它的时间点是在未来，那导师说它其实是反映了一种当时佛教界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好，所以在这一段导师的基本理念还有研究方法里面的最后呢，一个结说了哈。那导师他认为，将足以反映印度大圣初期实际情形的内容，也就是本身里面，啊啊撇去这个呃或者大圣经里面除去信仰的或者禅观境界这些内容啊。 然后分别叙述加以的这个对比，那可以了解大圣佛教的实情，好，并且呢，也明白这个大圣佛教内部所有的不同特性，因为不同的描述反映出不同的一个呃修行者他们一个角度跟立场，哦，所以也可以看出不同的特性。 出席大圣佛教的多样性啊，所以大家不要想象这个大圣佛教虽然，呃，好像就是传出来是，然后流行在这个世间，它不是一个来源而已，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来源。好，好，那这一些呢，综合说明了真实存在印度大圣初期的活动情形，也就是把刚刚导师所定出的这些标准。 然后从《大圣经》里面去采采集这一些相关的叙述，那可以真综合说明真实存在印度大圣初期的活动情。这当然这也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导师一开始就讲，不能存有明确的一个想法哦，大概是如此哦。好，那再来呢，就要进入呃，另另外呃。 第第三个部分呢、啊，就是《波若经》的传出。哦，先先我们先谈导师对于大圣经典，如果要来，呃呃，从中去取出这些描述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他所采样的一个标准。那之后呢，那再就是要谈出《大圣经》怎么传出来的。哦，好。 那我们说，先来看《大圣经》传出的一个概况。首先是关于结集这个概念。早上呃，于老师有讲到，我们佛教界公认的有两次的结集，对不对？啊，结集不是集结哦。以前在看到这两个是集结。 因为刚从部队退伍，就到佛学院去集结，不就是在在哪里集合，然后准备要进攻？不是，是结集哈。好，结集呢，它也不是一种聚会而已，它是呃，其其实它它的原意叫做呃合诵、等诵啊，哈，嗯。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明哈，导师说，《大圣经》呢，事实上没有集出的。 他没有急出，所以我这边的这个用语呢，呃，算是蛮精准。他是传出，是导师的用语了哈。我、哦、注意到导师用很精准的一个话语，他是用传出，哦，没有急出，哦，那怎么怎么回事呢？哦，我们进一步来看导师的说明。 所谓的结集呢，是对于流传的佛法，经过大众的共同审定，公认是佛法，那这个称为结集啊。比如这五百结集，阿难送出经，优婆里送出律，然后大家共同审定，嗯，没错，这个是呃佛法。好，那这样的一部教教法呢，就被传那、这个保留。 保留下来啊！如果有人说：“诶、欸、这个不对啊！”那可能就被舍弃了啊。或是有人这个说：“我有听过有人说，诶、欸、这里面有问题。”那就公开辩论可能了哈。可能也没办法公开辩论。然后大家是刚刚早上长老说他把持着啊，<laughs> 不同意见闭嘴，可能就这样很快就通过了。然后不知道啦，我们这边呃。 有时候是提神用的啦，哈，大家不要太在意哦。导师说的话，大家要认真一点哈。所以这个结集就是一种公开的一种审定，共同的审定，哈。那这个叫做结集，嗯。好，那导师说，从出席大圣经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证词了，哈。 出其大圣经，它只是传出而没有挤出，这是导师的用字啊，这是导师的用字。好，那传出之后呢，在流传当中受到信受者的尊重而保存下来。为什么会受到尊重者的呃信受者的尊重而保存下来？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了、啊、哈。那在个人的一个认知里面，是他们。 一直来修验，然后认为证明说这个是没问题的，所以被保存下来。所以它是有一个修验的一个的一个过程，然后被保存下来，受到尊重的保存下来。嗯，好，那导师说可以这么说，初级大圣经没有同时多数人的共同审定，同时多数人。 最多七百阶级，然后这共共大家都共共共公认的哈、哦，但是呢，虽虽然没有这样的同时多数的共同性，但是却经过了先后无数人的探究与发展，这是什么概念呢？哈、哦，这个所谓的先后的探究与发展，大家不要想象就是在那边研做学问研究了哈。哦 老师有一些话呢，我们要意义不意郁啊，不要看到探究就是很多论文都是什么什么的探究嘛哈，或、哦、者什么什么的发展呵呵，就觉得这个大概就是那一类，不是？导师应该想要表达说，这个是经过无数人的实践跟修正，这叫探究。他到底能不能修？他修完之后是怎么一回事？探究。 去去了解究竟是什么样子哈，所以是经过无数人的实践修正上的确认，这这边的探究了哈，然后并且呢，进一步针对不同根性的学习者提供修行方法上或是观念上的解说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发展，就是呃确定之后，那我我们面对的这一个听众，他可能。 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必须要符合他们的一个根性，然后提供修行上或者观念上的一个解说。那这个是所谓的发展，好，那这个是对于导师这边所说，经过经过先呃，经过了先后无数人的探究，也就是修行上的确认，哦，还有这个发展就是进一步的对呃不同的。 听众呢，提供方法上跟观念上的解说哦。好，所以出席大圣，呃，这个出现人间呢，是一向没有听说过。那这些出奇大圣经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怎么样传出？哦，那这个是我们接着下来要说明的一个课题。 哦，那导师，呃，就根据《大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跟这一件事情有相关的，他把它归纳整理出五类，哦，就是《大圣经》传出的的方式呢，有有五种，哦，好，好，所以导师这边是根据《大圣经》的一个证词了，哈、哦，证词。 那这五类呢？第一个就是从诸天传授，因为天人的生命很长嘛，他可能听过佛当年听过佛，然后这个又活活到呃佛地的、呃、佛灭几百年之后呢，哎，跟这个佛弟子有缘下来教他某个法门，哈，天人的传授，或者是,是梦中得到的，哦，或者是从他方佛闻。 还有从三昧中见佛闻法，还有第五项是自然呃呈现在心中哦，好，总总共有这五种，那我们一一来看哦。好，那第一个是所谓的这个诸天的传授了哈、哦，那这边有谈到这个，呃，有有一个佛弟子叫做这个。 陀摩斯利比丘哦，那释提还因知道他身心爱法，就从忉利天下来，至其所谓说八百千门经啊，这是大圣经里面讲到了一个情况哦，就是这个天道利天人世提还因来为他说说法哦，那这个法应应该就是没有听过的法哦，好。 就是在大宝积经里面所看到，另外还有这一个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哦，也也是有这一个的说说法了哈，就是诸菩萨，呃，净法欲法，若有诸天曾见佛者，来至其所，啊，从于佛所得闻诸法，具为演说，哦，他诸天所听到就会为他说，那这个是从。 天的一个传授所得啊，好，那导师这边有对上面的引经做一个解说了。他说，呃，佛说法时呢，传说诸天也来听法，哦，这《阿经》里面就就有记载了嘛，哦，那诸天的寿命极长，所以在佛涅盘后呢，在末法当中，或在后面之后的末法呢，嗯，那。 他们如果在在某些条件啊，前面是有条件的，他不是随便下来的啊，就是一个是比丘，他深爱这个法嘛，哈。好，那若菩萨的恳切的求法而不可得呢，诸天就会下来将所听闻的佛法呢说给菩萨听，那经典就流传在人间啊。这个是《大圣经》里面的第一类。 传出大圣经的方方式哦，好，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在部派佛教里面也有哦。那这边我们呃就呃大大概看一下，这边尊理论有谈到尊者加多衍尼子呢，与诸法相无间施求，好，敏感天仙现来授予。 如天呢，授予这个伐地遮经哦，这《孙子理论也》也也记录到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加多眼尼子哦，就是感得天仙来这个教导，嗯，所以这个不是大圣，呃，佛法的一个传说而已哦。好，那导师说，一般的看法，这不过是神话或是假托，但是在。 这一个有宗教修验者的一个心境当中呢，他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哦，有可能，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哦，是是真的，嗯。好，第二个就是从梦中梦到的了哦，所以待会如果大家进入这个梦中呵呵，如果有梦到什么，记得下课来跟我讲一下。好。 导老,老师先说梦是怎么回事？一般我们认为梦它是虚妄，哦，所以梦中文法是不能证明是佛说的。但是呢，有一种梦，哦，是这一个他所引的一类，哦，若诸天、诸仙、神鬼、咒术、药草，呃，亲圣所念，呃，及诸贤圣所引。 所以有这个梦的出现，哦，就是他所以特有人想要告诉你东西，所以让你梦到这样子，哈，那那这个就就有佛说的可能，哦，就就不一定是妄想了啦，哈，嗯。好，有天仙贤胜利所引的梦，就有相当的事实，这是佛教界所公认的，所以。 梦中所听见就有佛说的可能啊，在梦中听见佛讲，那如果是这一个他所引啊，天仙贤生所引，然后梦到，嗯，好，那如从梦中得来的呢啊，还有《海龙王经》也说，这个护天伦王在梦寐中听到两个寄诵啊，后来问光镜照耀如来。 如来说：“这是我说的啊，就是你听到，其实是我我我我说出来的寄送。啊，可能没有听到，没有看到人，但是就是梦中有听到这两个寄送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怀疑，这是我讲的了啊。好，不要说是你自己讲，是我讲的。哈。那这个是《海龙王经》里面谈到梦啊。好，那《慈世经》也谈到，呃，无量义无量力二位王子命中升天。” 还生人间为大居，呃，呃，还生人间的大居士家哦。那到了十六岁的时候呢，复梦见佛为说五五蕴哦，十八姓，十八姓就是十八戒哦，诶、欸，大家都知道啊，哦，也蛮蛮压抑的。<laughs> OK，好，十八姓菩萨方便经哦。嗯。 所以这是梦到佛为他们说法，嗯。啊密集金刚》呃《立师经》也说了哈，哎、哦，看来梦中、这个、的个的的这个内容还的这个证词还蛮多的，但是都是呃刚刚讲的只是寄诵短短了嘛哈、哦。好，《密集金刚立师经》也说，一行王子在卧梦中闻四句颂。 文是一世俱记，化八千人，劝入道意。这个、道意是什么？菩提心，道就是菩提啊，意就是心菩提心。这是早期的一个翻译哈。好，所以这个是梦中得记，又将计传出，化到众生。所以《大圣经》有这样的一个的一个说明啊，就是教法怎么传出来啊，然后怎么样红传在这个世间，嗯。 好，再来第三种就是他方呃佛文法哦，那在极一切福德三昧经里面有谈到，佛说过去最圣先恭呃最圣先恭敬畏法哦，感得他方敬明王如来现身哦，畏说最呃畏最圣先说集一切福德三昧法哦，好。 恭敬为法，感得他方的这个净明王如来现身为他说法，这个是闻他方佛的的一个教教导哦。然后，呃，所以这个若有菩萨恭敬求法，呃，则于其人，哦，佛不涅盘，法亦不不灭，何以故？哦，敬畏这个是呃。 呃，里面的一个当机众若有菩萨专制成就求正法者，虽在意图常面读佛，得闻正法。也就是说，呃，佛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入灭，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专制去求呢，佛会会会现，在我们眼前、啊，然、哦、后那那好像就好像没有涅槃那样的一个情况，嗯。 好，这是《极切夫的三昧经》里面所说。好，好，那十方佛现在前，如菩萨专心求法师，是会呃，十方佛现在了哈。老师在说明为什么会有呃前面所说这个情况，它的一个道理是怎么样呢？因为在呃在大圣的信仰里面呢，十方是有现在佛的。好，我们这个。 娑婆的这个本师释迦佛入灭，但是他方还有佛了啊。比如说这个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现在说法啊，在很远很远，根据《无量阿弥陀经》里面说，所以现在有佛。那如果菩萨能够专心求法，会赶得他方佛来说法啊。那导说这是对于印度当时世尊涅槃。 无所秉承是一项有力的信仰，因为佛见不到了嘛，那我就去找这一个现在还在的这个十方佛哦，那大家就就会有一种力量哦，想要就就去找佛来来问怎么修哦等等。 好，那另外还有《菩萨藏经》也谈到，法心王子专心求法，感得东方宝藏如来现身为说开示八门俱法。好、哦，那就是一个这一个修行的方法了。哈，是感得哈、哦、东方的宝藏如来现身。 好，《般若经》里面哦，也谈到从他方佛这个呃闻听闻到这个教法，比如说在萨陀波伦求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故事了哦，这是在《般若经》最后的的部分哦。那他为了要求般若呢，那到了这一个空灵里面去去求，那这个。 空林就是空旷的森林里面，然后荒山、荒山野外，就听到空中发生说法，哦，听到这个空中有有有声音啊，告诉他哦，然后这一个萨陀波轮忧愁啼哭哦，刚刚是第一幕啦，他在空旷的时候哦，那。 就就有声音告诉他说：“哎，那你就呃向东走，哦，呃，或或者说你应该去求这个法，哦，那再来就他就去求，但是后来又又觉得说，哎，他刚刚有些问题没问，哦，想到就不晓得怎么继续去求，他就哭了，哦，那哭的时候的这佛像像佛像就在就前面显现。” 就告诉他说：“那你就向东方去参学啊，那当下就得种种的三昧啊。好，那以上这些都是从他方佛文法的一个概念啊的一个证词。好，那再来第四项就是从三昧中了。那《波州三昧经》里面有谈到念佛的波州三昧呢啊， 这个现在佛犀利在前啊，就是三昧成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十方现在佛就在我们眼前显现，哦，现在诸佛悉在前立哦。那又如这一个呃，四众呃。 弟子念阿弥陀佛，这也是《波罗三昧经》里面所提到了啊。便于作兼啊，见阿弥陀，然后闻所说经悉受得，从三昧起悉能具足为人说之啊。所以这个三昧当中呢，听到佛的一个开示。 初定之后还能够记得，然后为人家为这一个呃有缘人哦开示这个教法，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圣经的出现在世间的一个来源一个 source 哦。好，那在《波斯三昧经》又谈到见遇见佛即见，见即问问即报，闻经大欢喜，你所以可以跟佛对话。 问佛问题，那佛会告诉我们。好，好，好。那关于《波州三昧经》还有另外一个译本，叫做《大极经贤护分》。哦，那里面的经文谈到，呃，然后其此三昧，出其观以次第思维，如所见闻，为他广说。 所以出三昧之后呢，再思维一下就会把刚刚所听到又回忆起来、忆持起来，然后能够为为呃其他人解说。好，那在定中见佛与佛问答，从佛听来的经法能为他广说，这就是从三昧。 得经而传述出来，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来源。好、哦，第四种来源就是从三昧中见佛。几种来源呢？第一个是什么？诸天传授。第二个是什么？梦中。第三个他方佛。哦，自心所感。嗯。第四个从三昧。哦，那第五种呢？对，我、哦、还没到。我、哦 <laughs> 哦、我看我们已经。 看三昧已经看的也够多了啦哈，我们稍微跳一下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下品波尔啊，在三昧中见佛闻法，下品波尔的萨陀波轮求法故事也说到哦。那菩萨呃萨陀波轮菩萨住是三昧中见十方诸佛为诸菩萨说波若波罗蜜。 所以他可以在三昧中看到佛为菩萨说不若不二灭，应该也能够听得到哦。那从前面的一个描述听到了，他初定之后还能够记记得，然后也可以为为他人演说哦。所以这个《大圣经》的传出，大概这个是一个一个，这这是一个很可靠的来源啊，然后也是可以修的了哦。 这也是佛说嘛，对不对？听闻佛所说，哦，好，那这样的一个《波若经》里面，或是前面所说三昧，从三昧中见佛，哦，听到佛的的一、这个开示，然后呃出定之后，又能够传出来。这个后代也有这种修验，比如说弥勒菩萨，哦，跟污浊菩萨的这个关的、这个、故事，污浊菩萨去。 都一天见弥勒嘛？哦，传说听完之后，就把他听到的内容讲出来，那变成什么？于切师弟论，哦，对，那这个后代也还是有，那密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所以导致说，注意当中应该有从三昧得来而传出的，哈，这是第四种来源，嗯。 好，第五种就是这个自然呈现于心，自然呈现于心中。好，好，那这所谓的自然呈现于心中呢？导师谈到陀罗尼，好，好，那陀罗尼主要意思就是持的意思。好，念力强，能够一时不忘。 那念力不断到下一生还能够一持，好，所以这个有具陀罗尼力的人呢，他如果过去生听过佛的教法，好，那他在佛灭之后，他还可以把这些教法传出来，好，那这个他会自然的啊呈现在心中。 那导师这边就举了《慈世经、啊》了，他说菩萨摩萨的这个念力就是陀罗尼力，一转身成就不断念啊。好，那这是大圣行者修学广大甚身佛法所要修得的力量，就是这个意持力了、啊，陀罗尼陀罗尼力。 好，那大圣陀罗尼的意词跟世俗的文词陀罗陀罗尼有好几种了、啊、哦。那有里面有一种世俗的叫做文词陀罗尼哦。那这一种文词陀罗尼它的概念是什么？一张一段的意词哦。那佛教的这个陀罗尼的意词跟这一种文词陀罗尼去背书不一样哦。假如说。 这个大圣的陀罗尼意直是以简持繁，豁然贯通，所以意为总子，就是是能够通达这一个教法，而且是用一个简短的这样的，比如说一个种子字啦，哦之类的，比如说是十二字门，哦，你闻到啊这个音，嗯、大家想到什么？脚痛不是？<laughs> <laughs> 阿、啊、就是不生了哈，我们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嘛哈、啊啊、对，大家啊，一下，刚刚醒来对，好，所以这四十二字门就是陀罗尼的一个修法哈，就是你透过一个字，然后能够通达一切呃这个跟诸法实相相关的无声这样的一个叫法一套的哦，一套的,一套的嗯，总之。 所以是以简持繁，哦，好，那在《慈世经》里面也说到，能入是法门呢，哦，那这个法门是什么法？不可出门，不可入门，不可归门，不可说门，毕竟无生门，啊，虚空无断，无边无量无际，啊，是一切法门，这也一，也就是能够入这个。 法门的话呢，这一切法门，则入一切法门，知一切法门，说一切法门，就是你能够悟入这一种，呃，总持啊，哦，对于这一些呃，呃，跟诸法实相相关的这一些，这些门呢，你一门一悟百悟哦，知一切法，而且能够说一切法啊、哦，这个是陀罗尼力。 的一个作用啊，好，那这边导师说，成就念力的呢，也就是陀罗尼力的，到了下一生有从来不忘啊的一个能力啊，那呃也有也有以因缘引发的宿命之恢复过去呃所知道的，那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呈现于心这一这一个。 呃，来源哦，这个教大圣教法的一个来源，导师用自然呈现于心，嗯。好，那导师这边又就在引这个《大宝基金了哈、哦。那法行童子出家不久以息，以素习故哦，法呃这一个菩萨藏文妙法门无上甚深意呢哦，自然现前。 以素习过去有学习的缘故，哦，那这个法圣这一个比丘呢，大念慧力之所持故，哦。大菩萨藏微妙法门，自然现前啊，也就是之前我们说的这一个总持力、念持力，哦。好。 然后这边也谈到这个自然现前啊，菩萨会里面的一个说法了哈。还有这个富楼那会也谈到哈，以其本愿宿命之故啊，诸门具陀罗尼具自然还得啊，以陀罗尼立故，先未闻经。 之前没听过的，也就是这一世了哈。这一世大家没听过的的经呢，他能够记起记起来，自然呈现于心，然后能够为众生这个敷衍广说啊，开言广说。还有耶舍也是以本愿故得宿得世宿命啊，七。 七岁出家得陀罗尼，得诸陀罗尼，陀罗尼利故呢，能为人说所谓文经啊。所以《大圣经》这个声闻部派都没听过，这个世间从来都没听过。那有这种陀罗尼陀罗尼力的人，他能够忆宿命所所学啊，然后。 讲出这个魏文魏文经就是大圣的教法了，哈，嗯。好，那导师在引证之后，他就要做一个归纳了，哈。那在五类当中，梦中得来是梦境，少数一送两送，一般不太重视，一般不太重视。那诸天所传呢？ 如听见空中的声音，它并不是别人所见哦，可能是幻境。神教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哦。那五类里面的第三个他方佛文三昧中所得哦，还有这一个自然呈现。 因念力、陀罗尼利的自然现前呢，都是与定哦，都是定境以及定会相应的一个一个境界哦的一个境界。那导师认为这五类里面呢，先为文经的传出，主要是最后一类哦。那导师这边谈到，在非宗教者来看，这简直是幻觉，突然就。呵呵 就跑出这些东西来哈，但是在宗教的领域当中是有相当的内容，跟伪造是不同的哦，所以导师不认为这个是伪造的啊，他觉得这个就是过去他跟佛学的啊。好，那从念力或者体验到圣身法而传出经典，这个经中还有说到，导师这边举的是这个。 阿难是事情啊，那这边提到一件事情，啊，沙门饭智啊，点点点或居四舍啊，或处三者树下总见，皆知宿命分别真伪，啊，后面是什么？自作荆棘为是桥梁，好，所以在大行经里面他就。 讲到这一件事情，就是有那一些呃，能够意，就是意识这一些呃，过去生所学这些教法的人哈，然后他们有能力去分别，这个不管是自己传出来，或是听到别人传出来，他们能够去分别真伪，然后怎么样制作经集，就是把这一些教法呢编辑起来。 好，编辑起来，所以导师的这个每一句话，它都是有这一个经的一个根据哈、哦。如果否定导师这些说法，那基本上就是否定这些经的一个证词。好、哦，好，那这里面呢，啊、呃，也导师又举了小品般若经，然、哦、后说，呃。 善男子、善女人精进不懈顧，故波而波罗蜜求而不得，哦，不求而得啊，不求而得，表示大家没有睡着，<laughs> 是我睡着了。好，舍利弗法尔啊印尔啊，不求而得，嗯，好，那若有菩萨为诸众生施教利喜，阿弥多佛，三藐三菩提。 意于意至于中学士人转身，应诸波罗波罗蜜经，亦不求而得。转身就是再换一个转世了哈、哦，再转世，嗯，那对他可以跟波罗波罗蜜相应，然后不求而得啊、哦。好，那导师这边谈到大圣。 刚开始的时候，大圣经传出不多啊，要求的大圣经可说不太容易啊，所以上面的这些内容表示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导师说，依这个波尔经的经文来说，如果能够精进不懈的啊，那波尔波罗蜜法门会不求而自得啊，所以你如果能够精进不懈，就能够不求自得。 好，那如果自己求佛道，也劝发人求无上菩提，那么到了下一生，就是刚刚的转身了、啊、哈。到了下一生，与与波罗蜜相应的大圣经也会不求而得。好，所以这个这这个这些经的证词，都是说明这一个经能够在我们的身心中能够现起啊，而且能够为别人说啊，那这个大圣的教法就就能够传出来啊。 好好好，那导师说，到底是怎样不求而得呢？哈，所以经说不明，但大体上与这个菩萨藏会，哦，或是富楼那会里面所说的自然现前相同。那导师说，这个是对于大圣经传出最忠实的一个记录。哦，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应该能够了然于。 于怀了，就是导师基本上是肯定大圣经的。那大圣经传出，大圣经里面就有讲，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那我们要跳几张这个投影片，嗯，我们要看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我们早上这个吕老师有说，佛经的结集，如果新听到的这些经怎么样去抉择要不要收，有三个标准，对不对？修多罗相应啊，不越毗尼，不违法性啊。那这边呃一样，这到底这些经的一个。 这个传出大圣经啊，能不能修？因为大圣论师他们也要面临这个问题。好，论师他面临这些大圣经，他们也要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基本上还是采取这样的一个的一个标准。好，好，那这个不违法性呢？早上啊，好像吕老师时间比较紧迫。 呃，可能没有说的比较详细，或者说这边附带的，呃，也不是附带，就是这边有提到，就是不为法性导说是重于义理，它包含论证跟体悟的，哦，体悟的，也就是不为法相，即是佛说这个法相，呃，它可能可以包含不同的层次，那其中有一个层次就是。 诸法实相，就是说这些教法是能够跟诸法实相相顺、相弃应的。哦，那这个、这个、不违法性是其中，这这样的一个理解是理解不违法性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含义。那不违法性即是佛说，哦，光是这一点，大圣主要是针对这一点，哈。 因为有一些经，呃，跟过去的经没有，所以就不能跟修多罗相应了。哈，不不越毗尼，若文书法门的教学，那那是处处越毗尼，所 <laughs> 以这个也也就就没办法被被认认证是可以修。所以大大经最重要的一个准则就是不违法性，这个在导师的。 的一个理解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哈。所以不违法性、法相性，即是佛说哦。好，那呃呃，这我们再再跳跳几张啊哈。好。 OK，没没没有关系，嗯。好，所以在大圣的一个的一个教学里面呢，他的一个权威性来自于哪里？若以这个三个标准来看，他的权威性是建立在。 不不违法性，好不违法性。那在《般若经》里面呢，处处提到这件事情，好。好，所以导师这边呃，有有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这看辩佛说呢，啊，或是能不能修这件事情呢？ 导师说：“与非宗教世俗的史实考辨不同，所以导师他不是用世俗的史实考辨的方法，他用的是佛教的方法哦。所以指控导师这一些什么用这个世俗的一种史实考辨，其实他是类似于史实考辨，但是又又有佛教本身的他的一种所谓的以佛法为研究佛法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准则哦。” 所以这是这个所谓的呃，不违法性，这是以佛弟子受持误入的佛法为准绳，经过多数人的共同审核而而决定的了哈。那《波尔金着眼于佛及弟子的自证，以法性等为啊为等为正量啊那。 所以在这个经里面呢，都说以法性为量等等，这些正词就是表，比如说以法助性为定量，诸法性为定量，皆以真如为定量等等啊。所以他们的一个依据是什么？修正啊，以对诸法实相的一个体悟作为他的一个依据了哈。 好，所以这个是《波尔经》呃，在里面经常说到，那什么叫做量呢？好，这边给大家看一下，量是什么呢？量是正确的知识，量是正确的知识了哈，而且是一种确定。 确定的一种正确的一个，好，OK 好。所以这个所谓的为以法法助法界性为定量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啊，假如说这个量就是准确的知识啊，定量就是正确的、决定无疑的准量，然后呢？ 值得信任，所以大圣经的教学能不能信呢、啊？导师是认为是可以信的嘛，对不对？哈，那怎么可以说导师是否定大圣的呢？哈，我在梦里面我还是想不通，<laughs> 醒着的时候想不通，想说，哦，OK，OK，、OK, OK, 好好，所以想说入了梦中看能不能想得通，还是想不通了哈。 我们的电脑一直提醒说时间到了，<laughs> 一直出问题啊、哦，不好意思，嗯，停留在这个画面是吗？好，OK，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放大好了哦，好。所以导师说，布尔金所说，他不是一般人能够现解的啊、哦，不是一般人能够现解。 因为是什么？因为是圣者自证所表示的，好，不是世俗知识所能够理解，好，是，好，不是一般世俗知识所能够理解。所以，以法性不为法性，大概以一个一个解释的一个的一个层次或者面向，可以这样来理解，好。好依圣者自证真如法性的体验而说，导师说什么？ 决定可以信的，所以能不能修啊？可以呀，哦，所以导师有反对大声啊，没有了哈。好，那再就是这一个般若经的集成了哈。那那导师，我们这边是举这一个原始般若啊，本是体悟甚深的法性的修行者，从政出教。 不是从教义的探索而来，所以经过无数人的一个什么探究，就是一种去去修正、去检验啊。它不是从教育探索，只是为了表示事物的一个境界，用来化导众生。所以是什么？以真法性为定量。所以波尔经基本上他的一个教学，如果大家看不懂，不要觉得沮丧，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境界啊。但是。 还是可以懂，因为到了大品，他用二 D 的教学还是可以，呃，引导我们能够了解哦。好，所以呃，其实他的《般若经》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哦。那这边引了很多以真法性为定量哦，是以这个法性真如空性的现观境界为理解修正的一个准量哦等等。 好，那这来就是传出了一个教学了哈。传出的教学，我们这边就是，呃，大圣的教学是植物涅槃的，哦，植物涅槃，直从这一个诸法但明这样的去误入，跟这个阿含经以来的早期佛教教学，从缘起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种次第的一个教学。 稍稍有一些不同，那为什么会不同？因为这些人他根性特别利哦，所以他是透过诸法但名无实，他就能够误入一切法不生不灭，哦，不二等等哦。好，那呃，那出传就,就是刚刚传出来的意思哦，开始的时候，好。 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什么？少数力根生智所者所能够去入的啊，然后是被认为菩萨般若波罗蜜不共二圣啊的一个修学的一个方法。因为菩萨思想流行的渐渐发扬起来，为什么会发扬？就是本来那不是一般人能修，但是这个菩萨思想流行，这些教法就被广为流传 大概是这个概念哦。好，那结语哦，这个诸波若法门根本是诸法无受生，跟这这在前面会有刚有提，应该要提，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就不提。结论里面就先就说到诸法无受上面是在《波若经》里面小品的刚开头的地方出现，那。 在经里面说，这个就是菩萨的波尔波罗蜜。波尔波罗蜜是智慧，但是它内涵却是三昧。好，好，那这样的教学里面，只是菩萨不可得，波尔不可得。好，那在传说中有两种不同的传授。又有一切出一切时一切种不可得，菩萨不可得，波尔不可得的教授，教授。哦，法门传授每赋以解说。 后来就统合为一，好，这就是所谓的发展，探究跟发展，嗯，好，那所以呃，这个《般若经》啊，不是《般若经》，就是说这个《大圣经》呢，透过前面的五种方式流传出来之后呢，那有必必须要有人将流传中的大圣修行教法转集成部。 哦，那这样的一个转记呢，绝不自以为创作作为的。哦，那当然，这个传记者勘勘定编次是必要的。所以在先前我们引的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些有一些人呢，他知宿命分别真伪，制作经棘，为是桥梁，就是让我们能够依着去修，然后到彼岸去。哦，嗯。 好，那透过上述的说明，相信大家对大圣经的传出集成还有红传啊的过程有一个清楚的轮廓，也明确清楚了解导师对大圣教典的立场。好，导师在书中他明白的揭示呢，他是大圣佛法的信仰者跟实践者。 虽然对大乘佛法有所抉择，但并非只针对大乘佛法，它是针对全体佛法。哦，安静它也有抉择。好，导师所做的呢，是对所有的佛法进行整理跟抉择，为整体佛法在现代社会的弘化中呢，提供一个修行的方针还有指南。哦。 同时呢，也为现代人提供气里气机的修行导此地，哦，好，感谢大家耐心的聆听。